佳薇，佳薇，一哥，你终于上来啦！哎，什么叫我终于上来了？你该不会是一直盼着我来吧？对，哎，你都那么多天没有上来了，怎么啦？想我啦？李哥，对了，嗯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。什么噩梦呀？你在梦里对我说，你以后再也不来找我了。我以为是什么噩梦呢，这也算噩梦吗？啊，我不管，你不会真的以后再也不来找我玩了吧？我这几天公司里面有点事，所以就没来找你玩了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你得答应我，以后公司里没事就要来找我啊。嗯，好的。可不行，得拉钩。拉钩干嘛呀？我不相信你。快点！哈哈哈哈，拉钩拉钩，拉钩一百年不许变，盖章盖章，我不管啊！以后你有时间就必须来找我。哈哈哈，哈哈哈，答应你啊！快过来坐一下吧。嗯，好。我就怕我天天来，你就嫌弃我，所以我就没来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巴不得你天天来呢。真的？对呀。那我一直来，你不会烦我吧？怎么可能会烦你？要烦也是你先烦我了。我怎么可能烦你呢？哎，这会儿这会儿。好，谢谢。佳薇啊，几天不见，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呀？越来越漂亮了。真的假的？你不会是在逗我吧？真的。那几天不见，你是去找别的小姐姐了吗？没有。哎，你怎么这样想我呢？我生气了。我都还没有生气，生气。哎，佳薇。哎。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脸呀？你该不会是喜欢？哎呀！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我玉米粒呢，准备拿来喂猪。喂猪啊？嗯。那你这个可以拿来喂我吗？啊！李哥，你也想当猪吗？对啊，我可以当你的小猪。只要你天天喂我，我就愿意。我愿意天天喂你，但是你不需要当小猪呀。我还头一回听有人说自己愿意当猪。你拿这个干嘛呀？摘辣椒，我来给你炒腊肉。哇，那我今天有口福了。走吧。好。哥，为什么对我们这边的人都那么好？因为我觉得吧，我们这边的人心地善良、懂事，因为你们也对我好呀，所以很淳朴。你们这边的人，我就想和你们做朋友。想过要娶你这边的媳妇吗？想过呀，但是看不上我吧？怎么可能？就看不上啊？嗯，没事，是朋友的那种。啊哈哈！哎，佳薇，你们这边的结婚彩礼要多少钱啊？彩礼不一样，有些十几万、二十几万、三十几万都有。可是李哥，我觉得什么这么好，这个应该不需要彩礼吧？我结婚为什么就不需要彩礼啊？因为我觉得值得呀，而且两个人互相喜欢，彩礼就不是问题了。
就不用给了。对呀。那姐妹啊，嗯，那我请你要不要彩礼呀？你哥，别说了。怎么了？害羞了？我脸都红了。